讯体育10月26日讯，休斯顿火箭后卫赫里斯保罗在禁赛两场后有何感受？这名火狐冲突的主角之一给出了自己的答复，坐在场下看比赛还挺贵的。NBA 正视频直播凯尔特人 VS 雷霆，欧文大战为上，克里斯保罗联盟对火箭和湖人冲突的三名当事人英格拉姆、朗多、保罗分别做出了禁赛四场、三场和两场的处罚。虽然保罗是禁赛场次最少的那个，不过由于 CP3 休赛期刚刚和球队完成顶薪合同续签，是三人之中工资最高，所以综合下来他因为停赛所要扣除的工资是最多的。因为禁赛三人的工资将分别被扣除158817美元英格拉姆、186207美元朗多以及491781美元保罗。因此在保罗停赛两场的情况下，火箭虽然遭遇两连败，不过对于保罗来说，他表示禁赛给他最大的教训就是有点贵。克里斯保罗对禁赛两场有何感受？保罗表示，我从中学到原来做了两场还挺昂贵的。ESPN 记者蒂姆·麦克马洪说道。而火箭和湖人因为这一事件必定结下梁子。本赛季两队还会在12月14日、1月20日以及明年的2月22日再次交手三次，甚至有可能会在季后赛首轮相遇。总之火箭和湖人接下来的每次相遇总会多几根故事线。再见。